觉得还蛮厉害的一件短裙，它的那个布料很有弹性，这样子，原来是这样，然后可以拉这样，很有弹性。尺码是 S 到 XL， 特别地方是前面有两个小口袋，我觉得这个造型很可爱。然后放给你看，是可以放的哦，是开扣式的，它的扣子是银色的，然后有点小字母，很有质感的那种设计，然后是可以开的，然后有拉链。然后这一件是做短裙的设计，里面是没有短裤的。下摆它那种抽须不修边，然后一样是有弹性的。你看它是有两条车线的，你看到吗？它可以修饰你的那个肉肉的那个屁股。我穿 XL 其实都还有空间的，它有弹性，然后穿起来完全不会勒，完全不会勒，然后腰这里也完全不会勒，都是有空间的。后面修饰你的那个肉肉的那个屁，然后长度它会大概在我的大腿中间，它算高腰的设计，然后穿起来是这样子，浅色的那种牛仔色，这样子搭，微微的扎起来的话，它会比较修饰那个臀部这里。